全力打造青春偶像，见证 Sunshine 最强 Sunshine Generations 阳光世代2012决赛，8月18日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荷包蕉剧院盛大举行，特别表演嘉宾唱作歌手新一代青春偶像文恩成。8月18日晚上7点30分 Sunshine Generations 阳光世代2012决赛，加拿大中文电台与您见证最强偶像的诞生。